当兄是在每村的干部，你该知在每村的陪工场所也是当慈欢谷歌其他的制作体验。对啊，指数指数指数直接在压单，你直接在压单落去。好啊，你有指数人就臭，人就臭有病在民房着。哇，臭忙啊，拜拜是这个。当你行走当慈欢谷歌，才应该由民慈尊更北镇。从屋山到门道墙面天框甚至是地面铺就了直白白异彩风听的童话。历经岁月，制作造价不菲的瓷砖已经是量力如新。制作瓷砖呢，大部分全部拿到手机当瓷砖过去的瓷砖都是到澳洲进口。澳洲进口，哎，意大利毕业的，英格兰有。这几个瓷砖呢，跟个东西一高。八六年啊，咱全国之界投资会议到第几回吧？到第几回啊？庄家了来谈，同样的，就是现在个咱国内个技术看无变，双三之前个车证，也非常硬嘛。伊个特色证非常高，所以你卡这里惊，这里惊，伊都无变惊到伊只特色证无个。所以伊个特色证大约有三毫米，三毫米很高。你三毫米个高度，你不可能行到伊出坡。三路之者是东西角下个罗庄别墅式建筑，小卡玲珑，挂光秀丽。当年是作当个长辈女士个姿态改变个场所。那一般伊做呀，不能起厝啊，就是那起大厝，总爱配个来做者。就这样子，妈就大厝烫做者，当时伊袂独立个，伊就好些烫个。这里那。山路呢？因为只这么落厝呢，叫做宝山灯。迄个山呢是一个吉祥数字嘛，吉山攞攞山山，山山旺旺。山是一个吉祥数字。系路之路嘛，就是家己自称啦。山路嘅主人是邓慈芳，从未挂出嘅大件，邓子国却处处充满西洋情调。日听者的冲突又表明了伊骨子里个民族文化的情感。邓立亨好像是伊是到咗来个，所以伊个当到房伊个建筑房子都等是比较西化呢。之前制作这个建筑风格啊，学在人推荐来谈，西化个，西欧西式欧式个建筑，当时就无能真啦。为什么到当时个情况啊，伊见无出过国？也无到西方学过之前个建筑文化，真要启动物件，真是无人差，也无史料考察，又唔得那个地界西边个石块个，话是有成，只为本能真系在，是一个谜。沙鹿个石块者是地质位大师，现在已经是无证可靠，就见处处个环境，处处呈现起。啊！就定幫佢吸施又是，又是嗰種細色空格嗬。係，一路同住阿蒙護士度護士咪未病嘢，咪驚噃。未病用，睇得到。冇咩唔病用你。安長香機。啊！哦。嚟保持啲先。哦，嚟得我是一個暗格。係，呢只冇有，呢只嘅暗格咧。一個是兩支鈴枝啊。冇可能。这个按键呢，应该在大家点下，伊看下看呢，应该是放酒的地方。放酒？如果你要当制约空间，我晓得也无咩可能嘅，不需要制约空间俾我咧。啊，应该是另外用途，即系可能也钓鱼家己真系在。当时翻谷歌来对。除了潮汕民歌精美著名的潮州金城白雕、石雕，还有各种西式的花条头、小背景的黄兴、怡兴和强兴的门厅，门廊和厅头的顶部装饰更是花样百出，既有潮汕的砍丝，又西兴的石锅泥刷，其装饰的花纹既有传统的紫梗，又西式的。英文字母也被卡秒个点出去，花鸟动画加几何度兴腾。伊当时应该拿到我们做生意吧，伊就去过欧洲个国家，包括东南亚、伊斯兰这种伊斯兰文化啊，用一到这个监督，这个厨房古具个监督制作咯。介个呢就我有这种东南亚这种佛教国家，比如泰国啊、
名店啊，等于好家国家，也肯都崩坏。就来对呢，实际上原来是一个自制，那么自制呢可以证明到呢，只个地方只有大埔来过，无资料来过，遐时阵呢，唐朝当下讲，有一个地方有变证明这点，哎，旅游团大概咪解？